团员蔡正和许孟维日前被募集现身北市信义香堤广场。虽然出道在即，两人还是省钱一族，出门人骑机车代步。事实上，演艺圈里就不少机车族，年资最深的机车族艺人应该就是68岁的阿基师了。阿基师因为没有汽车驾照，因此过去10多年录节目时都是骑着机车上通告，有几次出车祸甚至肩膀脱臼，他也没说，直到被经纪人看到他脚上包着纱布，众人才知情。接着，艺人玛丽欧则是认为自己一辈子买不起车，因此连驾照都没有去考，直到有次骑车载老婆女儿回家，发现女儿晒伤，才让他决定以后只要带妻女出门就搭计程车。而艺人黄靖伦则是为了搬家给儿子好的环境，和老婆的生活过得相当节省，交通工具也都是骑共享机车代步。